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多拉教你课本上学不到的西班牙文。我是 Jesús， 然后今天我们要复习 Me Flipa 跟 Me Mola， 然后我们要讨论音乐。那阿咪 Me Flipa 张震岳，然后从很久以前就是开始 Me Flipa 张震岳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是我要推荐给你们听两首歌，一个是张震岳的，一个是胡丽叶·戴维内加斯，这样子你们可以对照西班牙跟台湾的音乐。那我的问题是 ，¿Qué canción te flipa？ 就是，你喜欢哪一首歌，然后可以推荐给我们听。Muchas gracias, cracks. Chao.